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这节课我们先来总结一下第三十八品经文的要点。第三十八品经文要点，这一品经文。 有七个要点。第一个要点：真正念佛，念到感应道交之时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现前当来作何解释？现前怎样见佛？ 我们为什么见不到佛？现前指往生之前见佛，当来指往生之后见佛。佛教我们见佛的方法是：一心称念阿弥陀佛。注意，一心是关键。 我们念佛，为什么见不到佛？因为我们不是一心成念，我们是乱心成念、杂心成念、妄心成念，所以见不到佛。第二个要点，恭敬顶礼中的恭敬有什么重要意义？ 什么是恭敬的心行？你怎样理解不成无物？对阿弥陀佛有没有恭敬心，决定你将来能不能往生西方？老法师教会我们的二十个字，就是恭敬的心行，真诚。 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、随缘念佛，不成无误。人若不真诚，什么都没有。不真诚的人，一事无成。第三个要点。 形式上的礼佛拜佛，如同于如踏对冲米，如喊破喉咙也枉然一样。你怎样理解这两个比喻？重实质，不重形式，不自欺欺人，消业障。第四个要点。 妄语、两舌、恶口，罪业极大，尤其是两舌妄语，挑拨离间，引起纷争，破坏六合。这是下拔舌地狱的罪业。你怎样认识？怎样改过？发怒、忏悔，绝不二过。 向当事人忏悔，求得谅解，解开当事人之间的误会，使其和好如初。绝不冤枉一个人，绝不损害一个人，平等对待一切众生，处事待人接物要真诚。 第五个要点：怎样认识和理解“万法唯心”，使法界一正庄严、唯心所现、唯识所变？离开自性，无有一法可得。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，是自性变现的。 自性清净，就现清净法界；自性不清净，就现浊恶法界。一切法由心想生，心想佛时，心已经成佛了。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我们念佛。 为什么不相应？我们念念有人我是非，念念中有贪嗔痴慢疑，念念中有分别执着。相应现佛境界，不相应则现浊恶境界。第六个要点，学佛。 要想有成就，一定要破疑。这个疑是学佛路上大障碍，危害极大。如果不及时清除这个障碍，则将双命皆丢，生命、慧命。唐密经典里常说咒的功德极为殊胜。 但是我们有一句话要注意：唯出于众生疑。你只要有疑，比如有这么大的功德吗？有这么大的功德，我念行不行呢？这样一来，那些功效自己就给否定了。你的自心就是佛，你一疑。 功德就显现不出来了。唯心所现，这个时候现的，就是那个否定的结果。有这样四句话：疑根未断，即是罪根；信力原始，全成福利。疑根就是罪根，疑不断，如何断罪？ 信力圆满的时候，佛的力量全成你自己的力量。第七个要点：如何领会第一义谛？彭二林的《无量寿经起讯论》说，极乐和娑婆同一个法界，没有彼此之分。 也没有东西之分。极乐世界便于娑婆，娑婆世界也便于极乐。有人向黄念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黄渤的《传心法要》上讲的“无所来，无所去”，林中看见什么也不能跟着走。 那我们往生怎么办？黄念老是这样回答的：禅宗修的是法身境界，法身还得向上，所以须菩提无所来，无所去。那你临终跟谁走？要知道，往生是凡夫的事儿。 你是凡夫，反正得有所去，所以不能不受后有，就不如受这个往生的后有。真能不受后有，那你就自由自在；你不能不受后有，那只有随佛往生。这是不同的境界。 往生的饲料简说：生则决定生，去则时不去；生是决定生，去则没有去；去则决定去，生则时不生。去是决定去了，生没有什么叫做生，正无生。 《塑料卷》还有一句说：“生亦时不生，去亦时不去。”这些意思都要圆融，要量体裁衣。再进一步说，纵使证了红光身，来去自在；纵是文殊普贤，还要视现求生极乐世界。 这是八十翁跳舞，教导儿孙故。为了教导儿孙，八十岁老翁在这儿跳舞。因此，不管是上根还是下智，都应该视线往生，教导往生。一切众生，皆以此法门来度脱。 下面我们开始讲第三十九品经文，慈是数见第三十九。弥勒菩萨在这一品经文里为我们做证明，证明诸佛如来所说的话句句真实，可以帮助我们断疑生信。 才能升起信心不逆，请看下面经文。尔时佛告阿难：即慈氏菩萨，汝见极乐世界宫殿、楼阁、泉池、林树，具足微妙、清净庄严否？ 汝见欲界诸天，上至色究竟天，欲住香花，便佛刹否？阿难对曰：“唯然已见。”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否？阿难对曰：“唯然已闻。”佛言。 汝见彼国净行之众，有处虚空，宫殿随身，无所障碍，遍至十方供养诸佛否？积见彼等念佛相续否？复有众鸟住虚空界，出种种音，皆是化作，汝悉见否？此是白言。 如佛所说，一一接见。阿难和慈氏是本经的当机者，也就是他们是会众的两位代表。阿难是声闻众的代表，弥勒是菩萨众的代表。佛跟阿难。 和慈氏菩萨说：“你们看没看到极乐世界那些宫殿、楼阁、泉池、林树，具足微妙、清净庄严否？你们看没看见欲界诸天，上至色究竟天，欲柱香花，香花洒到佛刹里头，看见了没有？” 阿难回答：“看见了，色究竟天是静居天，是天界上一个特殊的地方，是三禅天。外道也有到这个地方的，正不还国的人在静居天。”又问道：“有没有听到？” 阿弥陀佛法音宣流，遍布一切世界，教化众生。阿难说：“听见了。”佛又说：“你看没看见佛国精行的大众在虚空里游？有的还住在虚空宫殿里，不是建的，不用盖，自然出现的。” 而且这种宫殿可以随身，无所障碍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。有处虚空，宫殿随身，无所障碍，遍至十方，供养诸佛否？这些你们都看见了吗？积见彼等念佛相续否？这句话很重要。 你看没看见极乐世界那些人在念佛相续？不是说念佛到往生就不念了，那恐怕往生不了，而是尽未来计，自然念佛相续。念佛到了极乐世界，正好念佛，没有干扰。 在我们这个世界，难得念几句好的。这里有众鸟在虚空中出种种法音，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你们看见没有？弥勒回答：“如佛所说，一一接见，都看见了。” 这就是现在佛、未来佛在这样一个法会上对极乐世界做个证明。为什么佛经上专指这两个人？因为阿难是解集经藏的，弥勒是当来下生的。佛灭度之后，佛法在世间。 要靠经典。阿难是结集经藏的，传佛心印的也是他。加设之后，二祖就是阿难，传授密法的还是他。阿难得到释迦牟尼佛预先嘱咐，要传法给莲花生大师，所以。 佛把微妙法托付给这两个人，这是大势因缘。请看下面经文：佛告弥勒，彼国人民有胎生者，如福建宝。弥勒白言：“世尊，我见极乐世界人助胎者。” 如夜摩天，处于宫殿，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跏趺座自然化生。何因缘故？彼国人民有胎生者，有化生者。这一段经文的大意是：佛告诉弥勒。 彼国人民，有的是胎生，有的是化生。特别指到胎生。佛说：“你看见没有？”弥勒说：“世尊，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，如夜摩天。夜摩天是时时都在高兴、愉快的地方。” 胎生都如夜摩天人，在宫殿之中。同时，我又看见众生在莲花内皆跏福座自然化生。为什么极乐世界的众生有的是胎生，有的是化生？这个胎生是借胎来说明，表示没有成人。 人的功能他没有，暗不见天日，说明这一类的众生，如同胎里的小儿一样，愚痴，没有能力和智慧，疑惑没进，障碍还存在。见佛闻法，他听不懂，所以不能见。用胎儿比喻。 不是真正胞胎所生，而是自然化生。弥勒又问：“何故彼国有这两种？”第四十品边地一城解答这个问题。下面我们接着讲第四十品经文，边地一城。 第四十，弥勒菩萨见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人助胎者，为什么会有胎生？世尊在此做了说明：胎是形容词，不是真的。这一类往生的人，因为对净土法门的事或理。 有疑惑，当然，疑惑不是很重。很重的疑惑怎能往生？轻微的疑惑，虽往生，也产生障碍，不能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见佛闻法，所以比喻为胎生。就实际状况来说，这些人。 还是莲花化生，绝没有胎生的事实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障碍？当然，最主要的是要让我们反省自己有没有这些疑惑。如果有这些疑惑，将来往生还是有障碍。虽然障碍。 也不怕，因为障碍是有期限，不是无期限的。因此，边地宜城往生也非常殊胜，也很了不起。关于这方面，印光大师亦有开示：净土法门，若信得及。 和善如之，若己智有不了，即当养信诸佛诸祖,祖成言，断不可有一念一心，疑则与佛相背，临终定难感通也。古人谓净土法门，唯佛与佛乃能究竟。 登地菩萨不能知其少分。夫登地大事尚不全知，其可以薄地凡夫妄生臆断乎？请看下面经文。佛告慈氏：“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。” 愿生彼国，不了佛智，不思议智，不可称智，大成广智，无等无伦，最上圣智。于此诸智，疑惑不信，由信罪福，修习善本，愿生其国。 这一段经文不长，但内容既广又深，需要比较详细的解释一下。可以分为两个小段来说，前面四句为第一小段，后面十句为第二小段。我们先来说前面四句。 佛告慈氏：“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，愿生彼国。”这是世尊为我们说明胎生之因。这四句经文表达两层意思：一是有的众生做功德。 但他们心中的疑惑没断。二是这些众生愿生彼国，他们求生净土是实在的。这个“院字非常重要。什么心？半信半疑，但是他非常认真修积功德，求生净土，只是带着疑惑。 如果没有这个愿，边地一城都没份儿。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都必须具备三个条件：信、愿、行，缺少一个都不能往生。生边地一城的人，不能说他不信，不信他怎么能念佛？ 怎么说更确切一些？他信佛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但他信的不纯，有夹杂。这个夹杂是什么？就是疑惑。胎生之因就是疑惑。下面再看第二小段的十句话，不了佛智。 不思议，不可称志，大成广志，无等无伦，最上圣志，于此诸志，疑惑不信，由信罪福，修习善本，愿生其国。这十句经文是世尊为我们说出的。 第一类往生边地遗城的业因，不了佛智，这一句是总说。佛智就是如来果地上究竟圆满的智慧，不了佛智就是不能了达佛的智慧。下面四个就是四智。 不思议志不可称智；大成广智，无等无伦，最上圣智。对于这四个智慧不能了达，疑惑不信，所以生边辑一成。简要解释一下四志。第一，不思议志。 即是成所作之。佛有大智慧，能成就一切圆满的誓愿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无所不能。事出世间一切法中，没有一样是佛不能的，是佛做不到的。第二，不可称智。 即是妙观察智，这种智慧是我们常讲的无所不知日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此界他方，完全没有障碍，这才是究竟圆满的智慧。第三。 大成广智，即是唯识里所讲的平等性质。佛知道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平等的，都是从自性里流露出来的。第四，无等无伦最上圣智，这个智慧。 没有与他相等的，轮是同类，没有与佛同类的，是至高无上、究竟圆满的智慧。为师经论里称为大圆净智。经中说，以疑惑心修诸功德，愿生彼国，不了佛智。 不能信了佛的智慧，所以生了疑惑心。下面我们广摄谭峦、元晓、郡地、景兴这些法师的精华，综合为四个方面。第一，不信不思议志，有大威力，一。 但念阿弥陀佛，未必能生。他不知道不思议智有大威力，这种人很多。他们认为，我没做什么功德，就这么念念行吗？佛号的功德，非思量所能及，唯佛与佛能究竟。 广说起来，一切万法都是自立、他立、自设、他设，总之是信自、信他，千变万化，无量无边，出种种法门。你怎么能用凡夫有爱的情见、心意识来怀疑如来的无爱妙法？ 一小面镜子，能现万种相。千年鸡心，千年堆的干柴，一火烧尽。一个洋火头能把它烧尽。森林大火也是如此。固执心一念成名，能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。 十念必生，又何足一意？第一就破这个，因为他不相信这个不思议智，对持名怀疑，认为念佛只是死了能得到点好处，或阴间多点元宝，不能相信如是的功德。 第二，不信不可称治。佛智没有对待，离四句绝百非，众生都在这个四句百非之内。谭鸾大师的话，不可称治者，言佛智绝称谓是不可称量。 非相形待，不相对待。绝了对待，没有对待，没有相形相待的东西，也不可称量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说法若是有，必有一个知有之智；法若是无。 也应有一个知无之智，诸法离于有无，因此，佛名诸法，就是放下诸法，知有的智，知无的智，没有对待，没对里面，则智觉相待，以知取佛。 不曰知佛，佛是知，是神会的立论。后来他不下去了，以不知取佛，亦非知佛；以非知非不知取佛，亦非知佛。双非也不是知，也不是不知来取佛。 也不知道佛，以非非知非非，不知取佛，亦非知佛。四句之内都是有过，都不正确。离四句再说出来一句，没说的，众生就那么点儿本事，全不对。 离此四句，即离百非。这个法本体离开了对待。楞严的话最好要抓两头，抓一个先灭的楞严，抓一个最后灭的无量寿。佛说：“你是文殊吗？”文殊说。 我真文书无是文书，何以故？若有是者，则二文书。我真文书没有说是文书，如果说是文书，就两文书。说是说非，早已成了对待；两个文书就成了虚妄。 所以，这个智慧离四句，绝百非，绝诸对待，思量所不能及，不可称，不可说。从这个智慧流现出来的念佛法门，功德也是不可说，产生的作用也是不可说。你不能生信。 却怀疑，就叫做不了不可称之第三，不信大乘广智，怀疑佛不能度尽一切众生。这么多众生，佛一个人怎么能度得了？怀疑一切念佛的众生。 怎么都能往生？对阿弥陀佛起了一个有限度的想法。这么多人都到极乐世界，那里装得下吗？这些都是超轻离间的事儿。十方的国土都叫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一切用言说。 总是表达不清楚。对治此疑，故说大乘广智。此智无法不知，无烦恼不断，无善不备，无众生不度。欲名佛智，无不运载。要运载一切，都入无余涅盘。 所以称为大乘法门，是能运载的，所以运载无限无际，没有一个限度，没有一个边际，无量无边都能度，所以称为广智。另一方面，于一切法知之穷尽。 知之道，直直穷其源，尽其有，彻其根本，是名大成广智。一切都能知道这个程度，才能广汽群机。对某个法能度哪些人，适合什么人，无所不知，悉皆度脱。 对于众生，穷其根，知其所有，无尽无余的度一切众生，开眼世心作佛、世心是佛之妙义。前几十年，有个比丘尼，五台山普寿寺通院老法师死了之后。 天灵盖烧不化，上面有“心作心事”四个字，这样的祥瑞说明心作心事的重要。这是黄念老讲的，这个法门令一切有情从念佛而入无念，第一义谛。 说了很多理，凡夫无从下手。有很多人认为这个高，你们那个肤浅，他要从礼入。实际上，他又是妄生分别，理你入不了。有一位老先生，自以为自己就是当向即道，即是而真。 黄念老婉转的给他指出，佛经上的话不错，但是我们用不上。要做到于一切环境之中，随时随地没有执着，这是弥勒菩萨的唯识观，一切都是识所现。凡夫知道这个理儿。 可是保证他吃得好，他就高兴；吃不好，他就皱眉。这就是骗自己，还叫修为师观吗？只是理论而已，实际用不上。当向即道，即是而真，都要达到这个境界。弥陀要解有一句话。 从事持打理持，就是从有念入无念。理持是大家做不到的，事持可以做到。阿弥陀佛是大悲慈父，大恩大德，这是最巧妙的方法。黄念老。 在二十岁时看《金刚经》，悟出一个道理来，就是无住生心。但是凡夫用不上。后来想，只有念佛是最可行的方法。又一转念，可能持咒更好。那时对密宗一点也不懂。 念佛还多个佛字，佛见，念咒，佛的念头没有了，就是声音。从世池达理池，暗河道庙，巧若无声，浅通佛智。那些自以为高明的人，我们没办法，并不是舍弃，叫你自己先修着。 光说不行，光嘴说天下就大乱了。斗争坚固，我说我的好，说你的不好，就跟他们一样了。要以身弘道，而不只是说显神通，是更大的错误。真正的信心坚定。 一天天明白了，一天天慈悲了，就不会放弃，坚决的修下去，给大家做榜样。不要跟人家去抬杠，陷入争论，是非越扯越多。对于待业往生，一直有争论。 黄念老在的时候，有人劝他出来说说这件事情。他说：“我不介入，这个扯不清。只要坚持信念，我们就是世实就是有念，可以暗合道妙，巧入无声，浅通佛智。书圣就在这儿。” 从念佛入无念，因往生正无生。从事持达理持，即凡心成佛心。偶遇大师的这两句话，把净土法门的理事都解释圆融了。从事持达理持。 凡心就成佛心了，直截了当。所以，能令念佛的众生都生净土，这叫大乘广智。今天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